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，顾颂芬、王大中获奖。11月3日，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京隆重召开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名单中再添两位科学家，91岁的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顾颂芬院士和86岁的国际著名核能科学家王大中院士。